Hello， 你们好吗？早上为你做一个早餐，快点，赶紧送你上班。闹起床，你工作比较忙，可能送到你桌上。Hey， 逛街，把你拿着爸爸为你。那今天很开心来到高雄，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美好 的日子。那我们接下来要带给大家一首比较抒情的歌，希望你们今晚在这里有很多不一样的艺人朋友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音乐，希望你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晚上。